好，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学好旅行，对吗？是旅行体表比多阿宾。是的，老师。好，来，那我们继续往后。好，第十，第十是理直气壮啊，理直气壮就是理直，理直意思就是说有理嘛，都不要这嘎嘎。撇点呢，撇捺呢，哎，俺俩讲没有读吧？气壮，气壮，所以啊，怎么说？气壮是怎么说？力大肌的，多胖嘛的，俺都不明白。那俺是光蛮力的，多讲没读，光标了，我们就说理直气壮。好，第一，读读看。做心事才能理直气壮。老师都给我讲给对了呗啊，应该是不做亏心事吧？亏讲的些，那不做亏心事，你么后代给啥个呢？么后代么老爹都讲么路嘞啊？理直气壮啊，才能理直气壮。爱讲嘛，理直气壮来嘛嘞？光么后代爸妈么老爹都讲么路，光理直气壮来哪路表嘞？不做亏心事。好的，第二。这本书我怎么就了？我买的，这本书我怎么就不看了？我怎么就不能看喽？我买的，我理直气壮。第三个，我把路。记录没压啦，来的，俺为他俩来的，啊，记录压嘛不，那好，好，第三，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我的从头到尾从头都到是尾都是他理理直直气气壮，壮，滔滔不滔滔不绝，绝，好好像。像但那他些那些话，光通宵也通说宵不也完。说是不的。完，是的。我大声而且理直气壮的回答说："哪嘞？等这一步呢？比如理直气壮来的，先批比如表嘞，不呢？这是我自己创作的，大哥，那也 own creation 嘛，我把它拿 creative flow 它啦，从头到尾都是啥松狗笼的路呗。他理直气壮，滔滔不绝，对吧？理直气壮钻呢，滔滔不绝就是一般么？我想表你啊，不能滔滔不绝，这表，好像他那些话，都也爱在咖里啊，你通宵也说不完似的，人家拢说你嘛，表那么困难的路吧，别的。好，第四。接着说，我承认我是有点粗暴，粗暴，也缺缺乏乏必必要要的的委婉和体和贴。体贴。他说话的声他说音话的声音轻轻多多了，了，也也不那不么那理直么气壮理了。直气壮了。他接着说，哇塞，比较彪人嘞，我承认。我是有点粗暴，我承认，所以，俺文看嘛来的，俺奶奶说粗暴的不能，也不缺乏必要的委婉和体贴，也不缺乏，不缺乏，所以，就是，sorry，也缺乏吧，缺乏，所以，留按你给，么八给我呢，必要的委婉，委婉转了，贵外表，念达表表目的和体贴，体贴不过呢。他说话的声音轻多了，都表示自噶等啊的，年纪过轻，表表多啊的，也不那么理直气壮哎，阿德老弟弟，理直气壮嘛，你个谁说慢速多内么呢？表了吧，不的。好的，可以了，来课文操练了多样，读第一自然段，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的。好，那我们拿起课本，课本里有来吧。翻开课文，课文看吗？
读第一段。建国后期，战国后期，秦国最强，秦国最强，秦王秦王出兵到晚的代价可是必的，保密的，保密的，保密的，传话传话到晚，周愿周愿用水五座黄河是必，是必。到晚左右为难，为难不知如何答复秦王。答应吧，答应吧，他善待，他善待，给了和是给了，拿不到成，拿不到成了，答应吧，答应了，就怕就怕的罪秦国，于是两难高级大臣商议对策，商议对策，对策。嗯，好的，可以了。来，那么第一是战国后期，战国 King Long My 嘛，哪个国家最强？好，哪个国家最强呢？秦国最强。秦国最强。嗯。秦王对赵王提出了什么请求？好，提出了什么请求？用十五座城换和是璧。嗯，用十五座城换和是璧。好，赵王为什么左右为难？因为他不知如何答复秦王。答应吧，怕上当受骗。答应吧，怕上当受骗。给了拿不到成。不答应吧。又怕得罪秦国。又怕得罪秦国。嗯，好的，可以。来，继续往后。他说读第二到第四自然段，根据课文内容回答问题。好，那我们来读一下第二到第四自然段。好，老师啊，首先回答问题的技巧，其实这个是读第二自然段就可以了，老师写错了呢。好，第二自然段一下，你有偏激几枚？有人提议听听谁的建议，为什么？好，有人提议，有人提议说要干不能渐渐比例不读也不读这个哪场不渐渐比例的。建议立贤如。嗯哼，好，为什么呢？因为立贤如见多识广，有勇有谋。有勇有谋。嗯哼，因为有什么呢？因为蔺相如见多识广，好，然后呢？有勇有谋，是吧？有勇有谋。有有谋。好，蔺相如的建议是什么？把和氏璧交给秦王，秦国。嗯哼。哎，是吗？建议是？秦国，秦强，秦强，秦弱。嗯哼，恭喜你，我们不答应不行。嗯，就是蔺相如的建议是什么？老师，那那是杨彪彪没哩？哎，假如蔺相如说秦强赵弱，凭实力赵弱啊，凭实力我们不答应不行。秦以十五座城换一块璧。也算慷慨，并未被带到国，若不答应，或错在道，若将何事递送去，交不交出交钱来，那么错在道，就在钱了。因此，我们只有送何事币，我们只有送何事币。好的，何事币。嗯，对，赵王最后怎么决定的？赵王最后怎么决定的？嗯哼，赵王派蔺相如，蔺相如送和氏璧，必送。对，赵王派蔺相如，动身去秦国，就是。
然后是什么进行什么什么，就是他在课本里面说的是磋商，对吧？赵王请蔺相如即刻动身前去磋商，对吧？好，下一个我们第三自然段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正物。第一，读读看。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后，没有把玉献给赵秦王。秦王。嗯哼，好的。错。错。嗯，是的，错。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后，秦国要多少卡嘛的，没有把玉献给秦王。秦王我的玉没被那个没塞到吧？我说了错。好，第二。秦王非常喜爱这块和氏璧，主动拿成换币。嗯哼，错。啊，秦王非常喜爱和氏这块和氏璧吧。和氏璧有烟雾，喜爱撇点不能主动拿成换币。错，啊，你读过来应该呗？你没有币币了，而且币呢来吧的时候错。好，第三，嗯，蔺相如借口和氏璧有小毛病，把币骗了回来。嗯哼，对的，嗯。蔺相如借口和氏璧有小毛病啊，和氏璧嘛，毛病的细节所比哟，甚至被比哟，把玉骗了回来，玉又变不了，人又又来把来的，对对。好的，下一个。对。蔺相如告诉秦王，如果不交成，就不能拿走和氏璧。嗯哼，蔺相如告诉秦王。秦王我不要的，如果不交成就不能拿走和氏璧，成我们背银。对，嗯哼，这个是 对还是错？对对对对。好，下一个，第四。秦王兑现了承诺，把收入过程给了赵国，回了赵国。秦王兑现了承诺啊，秦王啊的承诺，承诺所以就是个地沟，个地沟兑现来的，不能兑现的个地也带没漏上来的，把十五座城给了赵国，赵来给我背来的，对吗？错的，错，没有给啊，错。好的，下一个。秦王在送币，赵王在送币之前，穿玉更衣，不吃素食，一世尊重。一世尊重。嗯哼，赵王在送和氏璧之前，赵王啊，送和氏璧之前，和氏璧嘛，不给嘛的。沐浴更衣啊，也错，沐浴就是洗澡的意思，也错嘞。更衣哎你来嘞，不吃那个。不吃素食啊，不吃素食嘴，第一把龙杀无的，以表示尊重啊。李家老婆不要把的，错哦，没有做错的。好，嗯，来，那么我们剩下的第五到第七自然段继续读一下吧。好的，他说高山流水，我们这些练习都好了，对吧？都好了，老师。都好了，来，下一个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啊。高山就是有几难的，高山流水的意思就是说，喇叭的多当修给你家的妈的。遇知音，遇就是遇到知心的朋友，不能遇知音，故那不能就是标路下的蹲地生地说的，故那我在那住这个住边。表露收入一下的，哎，等眼睛我对的里边知音是啥个？就是国家家有独家的，国内你太独家了，不能，哎，俺留知音里边的，高山流水遇知音。好的，热身了，记记没？下图中物品叫摇琴啊，奥卡布内嘛，利比西古，我们叫做摇琴呢，可以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yang go la pa de bo no ta ya nyi nyang ne ti gi ta go tan zo ti ka pyo pi nai ma de de han yu zhong you yi ge ci yu a ti you sa ma le bo no sa long ta long shi ba de de jiao zhi yin a zhi yin so de sa long le shi de qin tan tan ni li jie de zhi yin de yi si ni you zhi yin ma hao gang gang fu hai shuo le zhi yin jiu shi a jiu shi shen me don dian tian de好，比如说我喜欢音乐，老师啊，比如说我喜欢弹钢琴啊，那你可能你不会弹钢琴，但是你很欣赏钢琴啊，你很懂钢琴啊，那样的话你就是我的知音不？就这个意思是吧？是的，老师。嗯，好的，那你有知音吗？好，你有知音朋友吗？国家调度啊，在你这样的不得比地的朋友系啦，就是自己的朋友里面跟自己爱好相同的人有吗？有没有老师？有呢，嗯，好的，有很多吗？我不多，老师。哦，不多，好的，是的，是的，不多。OK， 非常好。来，继续往后想一想，下列词语之间有什么关系？好，你搞了动吧的三龙里里吧，拍几把哦。动听动人动火动心动火动气动怒动情动容动容动心感动打动激动触动震动。嗯哼，好的，在这里有不懂的词语吗？不是触动加了，弄加又弄了呢，又弄楼下了。触动。等一下啊，触动，就是触就是老师说干一堆啦，我比如说的触动，马正英，就是，触犯啊，触摸不？啊，什么？触犯啊，别有了来触摸。触犯那个是触嘞，触了怕吗？哦。哎，马正英老师说触了不怕，那那个是多音字。哎，马老师说触犯了，比如没？别过，别背了不？喏，那个是三声的怕吗？触犯，喏。处分，这个是触动啊，触动，所以你刚刚说替多少字啊？比如说触动心弦啊，触动心弦，所以老师还替多少？我比如嘞，对，怎么说？啊，对，那龙我的多少吧？用独立啊，得苦你呢，不喏，听啥来的？还是心弦，所以还是脚嘛，还不肾嘛，脚在独立啊，脚里的把里面，哎，脚里有多少？比如替了不？还替了，比如讲触动心弦。哎呀，触动就是 heart， 动容刚刚问的动容，容是啥？老师说容貌，容貌我们拿对比目标啦。这动容就是啊、怎么说？正是而言，刚才给啥的吧？不，那动容悄悄子呀，刚才给啥的就对了嘛。毫无动容，就是说你拿的前面别不过呢，那就是动容。你拿么别过？对，你那这些片么多啊？五不啊？一四一月片先多少人？里边动容，他不说啊，就是这酷酷楼啊没？我那还不算你啊，你还给我买，比如说登上公安没啊？就是他毫不动容，马上解决了，就是登上你不留片代表，里面哪留了片么多？一四一月里边啊，动容没有动容，动容所以啊，里面哪片哪不表嘞？你那还 face expression， 你那片多少？不能动容，好的。还有吗？没有了。好，下一个。变局。变时。变局。变别。变任。变虚。变虚。变明。分辨。明辨是非。好的。在这里有不明白的吗？明辨是非。明辨是非，明辨来着，明辨说明多少我辨来着，
变数在这边，我说亏家了呢，稀稀里里亏家了的是非，是非的是不是不呢，啊，就是是不是在这边呢，amago 稀稀里里亏家不来的了别人，明辨是非。好的，下一个。辨别的那些亏家不来了。嗯，辨别，辨别就亏家了的。辨别，你看辨的龙呢，所以老师说亏家了。然后我们那个石龙里的来比较多啊，这边比较多，而且这张面面个那泥子呢，我他说辨是，主要是因为老师密码这个龙嘛，俺老弟弟辨嘛，亏家人呢不得比较，你还没记录，你妈说你记记两面的辨识，识算认识，俺就感觉亏家地呀，辨别就是亏家来的，辨认，辨所以我说分辨来的，认个真确认。啊，就快加比如，我就比如我们空方漏来的，我比如嘞，辨析辨来的，快加来的，细算就分析的 ，analyze 漏的，啊就快签识别的，辨明辨就分辨来的，明算明显的，啊就地大天下的，我分辨来的，啊分辨出来了，分辨没快加了，喏快加来的，分辨来的，把你把你们读不喏，啊明辨是非，这个是刚刚解释过了。你变出来这个龙里有目的，比如那个石龙里多大来多大，那边里那那里是比较大的，可以呢。好，下一个熊拍几包？哦，熊壮、熊尾、熊尾、熊后、熊大、熊进、熊尾、熊尾、熊斌、熊心、熊威、熊姿。总之，嗯，好的，在这里呢。老师，熊是什么？熊做了个叫做，怎么说？季节看哪里？季节都表达熊，比如说熊大就是很大很大的意思。熊壮，老师说明年冬里，明年对不对这个龙啊？熊壮说的是龙里对不对没？熊壮。看伢台湾的鸡妈的，对不啦？熊就是养过鸡妈的亚裔的标准呐。好的，下一个是，还有吗？熊魂，熊魂，就是三点水一个车是吗？熊魂，嗯，是的，老师，嗯，好的。好，你熊嘛嘞，对不对？老师，熊的龙嘞属于鸡，就是鸡姐看哪里吧，对吧？不喏，魂属哪个叫着？老师说，熊属叫你妈讲熊精，不喏，鸡嘛嘞，魂属哪个叫着？就是怎么说，有家里的，有家里一旦，就是把嘞，我如果我不知道以为属嘞啥叫嘞，高音、低音、八音啊，还有没有嘞些嘞？啊，但你那说啥吧 ？High pitch 的说的哈喽，啊，但哦伊的哟，并啊，但苏苏啊，但不嘛，那啊就混说啊叫着牛大啊，但这酷，啊这个叫着标准哪个啊？把嘞啊喽牛大啊，但呢说的不如标啊么嘞？就是啊喽牛大啊，但哦伊有标啦，熊混混就是啊但不能没有标啦。啥讲？不要买，这个是音乐的专业词组。老师，音乐呢不得的沙龙我们低了，那明码了，明码了，俺们不如考来什么低了没？啥着？雄浑了，不要来伢多少平？没有大胆，胆哦胆就不要啦。好，还有吗？雄关啊，雄可那边里边养个鸡妈嘞，哎呀，我不要嘞，关出来个关，把嘞，没有油了，再也苦了，俺们没有嘞，这雄关水，俺们鸡妈嘞，俺们大西没有油不要啦。牛的嘎的标嘛了，雄关。你妈看见那牛的嘎？嗯，俺老婆在牛，对的，对。偏叫娃嘞，俺老的嘎有标了，不能雄关。那时候后头没有嘞，把嘞，这个也嘛标嘞，行些吧。英雄难过美人关，俺老关出来个，俺老的嘎有标进来。我们老师底下的关啊，背的，那么都背的好多啊嘛，他不，这个是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下一关，哎，那个什么 ，now step， 那下一关 ，now the same， 那个，而且说雄关出来啥叫连鸡妈的，汉大的苦，汉大的苦就是这个爱的苦，喏，雄关。好，还有吗？没有了 ，OK， 下一个清读一下，清澈、清新、清澈、清新、清爽、清爽、清。淡，
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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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清澈。清澈哦，清澈水我说机灵的啦，表的。苗多平老师说个，机有表啦，清澈的水，你看我机灵的机，我那清澈。好，还有吗？我是最后一个。清汤。嗯，你看汤里，嘿呀，里薄薄里里，薄薄里的就是鸡鸡里。比如说我接票员的话，如果呢，就是鸡鸡里把嘛，你脑袋嘛包，到来个人先了，一路好，一路嘿，我来表的清汤。嘿呀，鸡鸡里。对对对，嘿呀，鸡鸡里。这看你讲，我说把不低嘿呀，我说出来可以说是清汤吧，一路没有嘞，怕你把要么包的。哎呀，可以嘛呀，可以。是是是，清汤。好，还有吗？没有了。好的。来，那么我们继续往后吧。生词先念一下啊，我们念一到，等一下哦，一到九。啊，对对对，一到九念一下。OK， 好，大家明白没？那林慧所以老师说啊，就是怎么说哪里了？比如的领会就是领悟了吧？让你哪里？然后是内涵，内涵所以这一百不呢？港湾，港湾所以谁干？晴朗，晴朗所以老师说日字旁八来着，讲不如你。就是亚丁乌鲁大亚你然后把水我说晴朗的表的还有个清澈你看两个都有三点水这个是跟水有关的一里几零你然后表的清澈好出省啊出省的表的所以怎么说出省要怎么说就是说叫哪儿啊不能或者是啊，拉的亚嘛，你没有多少表不能啊？啊，那毛不表呢？就是没秒多少了，没蒙没秒了。哎，对对对，教育记录撇多少了表嘛不能？后路边来没关，神速啊，神经不神经啊，谁敢乱多少？哎嘛，你秒表，谁能乱那么干多少表的？出神。好，闲速啊，刚才我说啊，就表啊闲。哎，困难表的新鲜，就是对酒，杜里亚的也酒表啦。我说未来那酒了吧，然后不嘛，杜里亚嘛，带的酒嘛，给大酒，帮带药酒了，哎，了酒了，我说鲜。啊，咱们老师说帮管弦乐器了吧，我说酒在杜里亚了吧，有鲜那个表啦，哎，那里酒个表啦。美妙，美妙，所以烟雾大呀，你娘哪个表嘞？砍伐，砍伐，所以我说砍哪个表嘞？扣哪个表嘞？砍伐。OK， 好，那我们继续往后。好的，平凡啊，平凡所以悠悠大满，所以平凡那个平凡的人大满主播呢？乐器啊，乐谱，对不起，乐谱所以我说啊，就是。Music note 的表啦，乐谱啊，他个八页乐谱，八页乐谱，那他玩哪一首歌的乐谱的 music 的表啦？赞叹，所以言古的表没，就是赞所称赞，叹所就是得病差了，那言古七九超不拿比不得病的差了，表来赞得病差了一两毛，两毛的哈买来的，两毛让赞叹。哎哈，所以的，我那二六哈就赞叹了，表嘞。好，然后是创作，所以哇，表啦，可以判定目，我那判定目创作民间啊，民间所以 B to B 大的表嘞，民间精通啊，精通所以龙华地砖呐，表嘞，精通。
就是他说精通语法，他那不得不得比多工地的，精通中国历史，第二月他们讲工地的，好，然后我说精通目标人。好的，难能可贵，你家表情呢？可贵有表情呢？就是压根的，严格单不记的，刘表啊，难能可贵。好，然后是应邀，应邀谁配家境看下的？应邀邀谁配家哦？配家境我看下的。然后是啊，钦佩，钦佩谁？你家佩服，佩服表情呢？钦佩就礼赞了，喏。好，演奏，演奏所以，低卡飘飘了，飘的演奏，然后是豪迈啊，豪迈所以，怎么说？豪迈，就是怎么说？豪迈的事业，演我鸡妈的龙眼，我飘进了。豪迈叫做季节看哪了，我飘的。好，旋律，旋律所以得几大不喏。好，然后是雄，第一个 melody 不呢？雄伟，雄伟说啥嘞？季节看哪了？比如人家在那边雄雄伟说，就是扫屋里把人家的，然后是往谁家里把的雄伟，壮观，壮观就是看见的意思。壮说啥叫？可能比如说雄壮的话，说你来说，鸡妈的，眼我鸡妈的，肚的鸡妈的，有鸡妈的，我说壮观，有没有？气势。气势所以比如说就是也是很大怎么说这个兵队就是我就带开都没气势很大的表来演过怎么说努力演家的哦所以音乐队嘛所以他玩的也不会的会嘛所以那个哈姆尼来的朋友啊叽叽别嘴啊气势很大的演过看家太晚了也能有表来气势有气势好。下一个是气魄，气魄所以老师说啊，哈喽，文言六八六标嘛不，那文言说啊，后头没得爷的文言六标了嘛，那谁文言六八六标了？气魄，谁文言？对对对，好的，是曲折啊，曲折所以我说啊的过啊 ，sorry， 曲折是过过高高的有标啦，曲折啊，大家过高的有标嘞，曲折，节奏节奏是 C 节有标啦，节奏快啊 ，C 节念嘞，节奏慢 ，C 节念嘞不，节奏好，促使sorry， 短促短促所以我说啊，你看多啦有标嘞，多哎节奏有标啦，这里面啊，短促主要就是节奏快的有标嘞，好没呢？然后是。波涛，波涛所以话 ，line 有标啦。波涛，你妈在 music 也 line 里片嘛不喏？波涛，然后是剑，剑说啦，接着话，四言多啦，就把这声音说剑有标嘞。好，气概，气概所以，哎喽 ，say that 不喏？把 say that 就把这声音气概，含义啊，含义所以 ，another day 呗不？含义。荒凉，荒凉就爸妈妈去个哈边，你有表嘞？荒凉，领悟啊，可能领悟、领会了，就是把外哪来多少表嘞？然后是侃侃而谈，侃侃而谈，侃侃说呢，谈谈所以表述嘞不？那侃侃而谈就是说，就是一一丝丝呗。表述你的就表达，你的说呢？表述你的侃侃而谈。好，侃说那个老师说的，怎么说？就是说，加一表的，加一表的，所以我说侃了表的，侃侃而谈，所以表嘛，所以比那比那对家伙表你的，心你的，表那么比不，所以我说侃侃而谈了，表没？投机，投机，所以就是在赌啊，不喏，就是投机，投所以就是。哎，就假的，鸡在赌你呀！我那阿里赌赌，怎么说？音乐吧嘛，投机的就赌了音，喜欢音乐，鼓了喜欢音乐吧，投机。啊，黎明，黎明就是么那所有表达，黎明就是啊，领养的啥比对啊？我那养鸡的啥比较漂亮的情有表达？黎明，告辞，告辞就是拜拜的意思，告辞。好，黄昏，
黄昏，所以老师说的猫子比较热情，不能黄昏。好，降临啊，降临，所以老师说下来了，比较热啊，什么什么叫夜幕降临，所以嗯，伢啊猫不能啊猫下来的，里边就比较热，降临家要来。好，然后是沮丧，沮丧所以识别多了，比较热，沮丧。好，然后是变故，变故所以就是怎么说？变故所以没多的啥，就是 accident 里边的，所以我说变故就表示。好，然后是世事，世事所以归拢多少？我表示世事，世事归拢多少？不能。好，下一个是坟墓啊，坟墓所以就是怎么说？反正欧古。欧古表妹坟墓，好，然后是不值，不值所以打么嘎不，打么嘎所以不值，好，然后是粉碎，粉碎所以这啥子皮多的，啊梦皮多的，就表的粉粉皮昂屁股碎多的，就表的粉碎，好的，嗯，下一个是向来，向来所以应该念的路呗不，向来。啊，向来都怎么怎么样？向来，好的。然后是凄凉，啊，凄凉，所以就是 one night out， 比如说凄凉。深情厚谊，你看深情，啊，深情，所以老师的 CT 啊，不那的，怎么说？嫩嫩香香的表情呢？深情。然后是后裔，裔啊，就用了有裔啊，来啦，啊，是有裔啊，养个土的，不要紧啦，养个阴历的，积极阴历木，养个那下一年就标嘛，不能看，看啥子，要怎么说，生前后裔，就是说这个阴历转弯哪个标啦，然后是真挚，真挚所以这个是阴蛮的，这个是阴那个标的，纯洁啊，纯洁所以龙王诞生哪个标的，纯洁，好。俞伯牙从小酷爱音乐，酷爱就是非常喜爱吧。那音乐我念得对的。俞伯牙的年龄跟那个多，这个到音乐我念念得面多了吧。那他的琴声优美动听，杜爷琴声不，琴声所以的编录单里呀吧。那编录上这个就是杜爷的杜爷吧。那哎，杜爷单里呀，那优美动听。原来唱的高呢，不能喊听起来，犹如高山流水一般，就是你妈的当尼泊尔的，一的西森拉的路呗的，高山流水一般。好，然后虽然大家都赞美他的琴弹得好，阿龙啊不能，就是赞美七九标数家的，不低啊，严高呢不，却从没有人能真正领会他。琴声的内涵，不读啊嘛不喏，不留表没，不读嘛，这个也没看啥米家屋嘞，他琴声的内涵，杜爷的琴声呢嘛，把这边的把下来，把这边来收了屋嘞，不读嘛不表那家屋，他多想找到自己的知音啊，杜爷的这个的耽误不喏。地里面读不，把我地里的嘞，俺们知音个，说杨个下回对戏进给他播嘞。一个中秋之夜，中秋伢的伢嘛播嘞，他乘船来到江边，读个嘞，的船个西边哦，喏，那么来西边哦，人民币又要来嘞。偶遇风浪，哎嘛，风浪呢？我那里里木里呢也多，没庙里面呢种在呀。他叫了船停在一个类似港湾的地方，船屋嘞停在一塔来把嘞港湾路尼亚里的尼亚嘛，我那一塔来把嘞嘞。晚上风浪渐渐平息，亚马嘞的风浪啊，风浪所以的。离伊来尼亚，我那伊里来尼亚，不得偏偏呢，人得多比天气晴朗，亚的乌鲁噶嘞大亚那边的江水清澈的，米的噶嘞吉林的清澈
景色十分迷人，景色秀给阿燕燕个路过虽没多几点的。望着空中的明月，空中里里的个明月里头的啊，不能里老近呢。俞伯牙来了兴致，嘛都来了兴致，就谁个得脚来了，不能都搂钱来的。啊，那把地卡钱来了，不能拿出钱弹了起来，啊，那钱我就不要多地卡吧，哎的。一会儿他就沉醉在了音乐之中，哎，他看他家里看嘛，对吧？你 music 里面嘛，你没有多吧，哎的。恍然，他看到一个雕塑一样站在岸边。啊 ，sorry， 忽然有点，不能他看到一个人，路第二个都对多嘞，不能雕塑路呗，照相机路呗，一样站在岸边嘛，一样的吧，哎的。他啊，似乎听得出了声，似乎说啊，路呗，不能哪场云呢，不能出了声的，就是闻音论出多的路呗。哎，了没有？俞伯牙一个不留神，拍了一声，哎，都得嘛他们边呢，不能拍了一声，就是啪一声，当当当，米多嘞，琴弦拨断了一根，都低开音呢，就得想别多吧，哎的，拨断了一根。这时 DJ 嘛，听琴的人大声说：“的。”琴我拿上你的女娃的单子一飘来把的先生不必在意，先生呢不必在意是了，今天嘛他讲女娃屋的，我是个打柴的，哪个里的听哪回的女娃的，回家晚了，一边了闹家多路的，走到这里听到您在弹琴，您啊弹琴你了，对的这讲不路的，觉得琴声美妙，琴声啊样样个美妙的，我那样我那。第一站这些人啊烟烟烟我大家你要那种叫不由得站在这里听了起来嘛，那边的地方也不要的哪场面啊吧。好，俞伯牙借着月光仔细打量，俞伯牙啊借着月光我记笔了的仔细打量啊，滴滴悄悄的变比罗打量嘛，哎的打量是罗，滴悄的变比罗，那个，不如表我们来打量，打量是罗滴悄的对吧？该看来的不呢？见那人身旁放着刚刚砍伐来的木柴，什么对的不呢？哎，绿叶白马苦来的嘛，扣来的天牛对吧？哎的。果然是个打柴的，低家暴打柴的两个片马的啊，天口的马一片马。俞伯牙心想，这天马是啥人？一个打柴的怎么能听懂我的琴呢？打柴的两个的，不如皮皮说，我也得简单过，哪趟来马来的？偏僻的山野还有这么不平凡的人，的偏僻的围栏抗敌的田野嘛，都没有大门后的路的要心里的呀啦的。于是他问啊，哪的都啊没把的。于是他问，你既然懂琴，你拿的琴我哪来的苏马肉，那就请说一说我弹的是什么曲子。那所以你表姐姐吧，我呢，我弹了一大个八曲子来的啊，八曲子来不呢？八地多我地来的来不？打柴的人说，打柴的路啊表来的。先生，刚才弹的乐谱是孔子为赞叹他的弟子而创作的。先生不呢？不哪弹哪个的？孔子噶不呢？啊，孔子噶的。为赞叹他的妻子，为赞叹他的弟子，杜也弟子不能赞叹，比如卡加罗的，而创作他啊的 creative loop 他啊不能，只可惜那没有解刚哪个，您谈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您谈哪不能到第四句的时候，第四句说，杜迪亚萨拜里要来的卡加罗的第四句的时候，什么？对，就是收着啥叫要得看嘛，琴弦断了就别断了，俞伯牙不禁赞感叹，对吧？
龙王们昂来没的不能感叹多的感叹就是谁漏下多的不能就是暗阿电多的民间真有个精通音乐之人比民间嘛嘞，我那也有他们必读的人嘛嘞，精通音乐之人，音乐鼓哪来的读？心里吧啦不？精通音乐之人，难能可贵，打压给啦嘞，我那张无忌嘞，他迫不及待的想和打柴的人好好聊聊，他迫不及待的读龙王奥乃面嘞，我那想和打柴的人，打柴的路嘞聊聊聊聊，所以。就是孙女进来的表叔进来的好的好打柴的打柴人你打柴的路的啊应邀到应邀上了船应邀所以就是背口比较卡加入上了船船舶无人带来把这些应邀比较入上了船上了船所以你把人我配比较卡加入内部带来的上了船看到博雅的琴声看到的俞伯雅的琴，俞伯雅的琴舞，最多的他妈的，站那个站站站到站到什么七九比了表示吧的，真是好琴啊！这个高的琴没的，阳刚的琴没不，那真是好琴。真是好情不接着又说起邀请的来历萨拉比欧的邀请也来历不能来历欧的表述吧培养你拉的不表述的邀请的来历俞伯雅不禁心生亲软俞伯雅嘎的不禁不禁所以的都没奥来没的不能心生钦钦佩，心生钦佩，所以都碎天啊，你个都啊，你咋多的？接着，俞伯雅又为打柴人演奏了几曲。接着，塞了比罗的俞伯雅个的听听会的嘛里转不呢？那个演奏了几曲啊，东里波了特别哦，飘逼吧的。请他辨识其中之意啊，请他辨识度，那亏在看呢，的确怕这边来不？当他的琴声雄壮豪迈的时候，对耶，低多的呀，不那对耶的都低开的哈的呀，不那沿古看伢台湾的琴嘛，打柴的人说，这旋律表达了高山的雄伟壮观。到面积也季节看那木破边了吧的，这。有气势，有气势，有气魄啊！言古退哇，比如不能打啊，到尾年不能。当琴声曲折激越，琴声不能的，别给他的你啊的曲折，年纪年纪的不能激越，激越所以如果激越的看见了不能，谁留下多少字的看嘛？比如节奏短促时，细节的五年不能，细节年年的表嘛不能。打柴人说，这旋律表达的是波涛汹涌，波涛就是你一来你不能，一来你谁红的细心的要表的的，浪花飞溅啊，就是。一模一模的呀，来新的呀，我那一模一样的来外边的来的，气概非凡啊，就是底下修根啊，我那悠悠他们修根么后铺嘞。当琴声变得清晰流畅时，这一段噶，我那的念娘比较，我那的努念多一些嘛。打岔人说，这旋律表达的是。无尽的流水，三百遍细心的一细的那流破遍了啊嘞！俞伯雅惊喜万分，言我 surprise 撇多嘞。过去没人能听懂他琴声的含义，因侬啊嘞不读嘛的读耶，琴声也特别古么地方无人。没想到在这荒凉之地，没想到是龙王天门桃博那的荒凉呢，你呀嘛嘞，静谧道，密就是寻寻觅觅。
就是寻觅的意思，吓坏了啊，人觅到时候吓坏了，对许多吧对的，自己求寻不易的知音啊，对吧，不能加一下你知道吗，我对奶奶知音我的对多呀对的，还能领悟到，还能领悟起身啊，对也不能的，比如我们呢就是你打扰过来对吧，哪里多吧对的，好的。打柴人钟子期啊，打柴人叫钟子期不？哎，对那边钟子期不？那两人在月光下啊，月下侃侃而谈。阿伯阿姨在那里呢，表你家了不？喏，表叔你家的越谈越投机啊，表丽丽啊，都有也读你家的不？喏，表姐给啥的？对呀，丽丽妹的。黎明将至啊，黎明叫做没？而且嘛，钟子期告辞，而且嘛，钟子期弄个啥不？喏，并与伯并与宇伯牙约定，比如宇伯牙呢都要清楚他来对的，来年中秋还在这里相见啊，那年中秋嘛来的，你妈要对家呀，然后呢，第二年中秋这天，而且中秋那啥的，啊，宇伯牙如约来到老地方，清楚他来的，哎，鸟要来的，从黄昏等到夜幕降临。就是你为那情况你压地上来的一直不见钟子期到来，钟子期来我们对不对，他有些沮丧都那那不能就是谁的价格开始用琴声呼唤钟子期，啥的比较不能对琴声里呢不能钟子期有那么多可还是见不到钟子期的影子，钟子期也也给我们对呀无人该不是有了什么变故吧，这库库米皮鲁拉姆地屋不那都啊，宇伯牙焦急万分都奄奄无息的不断的哎的。第二天宇伯牙向一位老人打听他的好友，那也叫人家宇伯牙了不能不一定要是嘛不打听他的好友都也等眼睛讲我都送人了不能，老人告诉他钟子期染病读有个故事看一下路不能逝世已有段时间了，归路的话这都是当家里比的，临走前他留下遗言啊，就是多干你妈不能，还是读书妈干你妈读的一眼的他给把爷爷读那从这个里表达爷爷把坟墓修在江边，好地度爷爷的欧古的你别妈的少别妈的，到八月十五好听宇伯牙弹琴，八月十五要给他家爷爷的宇伯牙弹琴那个不能加那样路吧的，老人的话使宇伯牙泪流不止，老人也是嘎嘎不能宇伯牙我人家也不不不不嫁多嘴的的，他来到钟子期坟前对吧，钟子期也欧古里西马拉的的弹了一曲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所谓把你撒达里的不孤独啊 sorry 撒达的亲里的不孤独把你逼开开吧的的，嗯曲中曲中曲中所以的的心撒达里的心地多里搜嘛不能，他把心爱的琴摔了个粉碎对吧，都那的送的琴我的摔所以别抱不来的不能，粉碎说的杂志别多啊对吧，漏不来吧哎的，悲伤的说悲伤所以玩的几个在那的对吧，别把的哎的悲伤的说琴向来是弹给知音，琴啊的，地多啊说啊，噶不喏，向来是咩人没弹给知音，知音说的亲人讲我地的多不喏，哪来的路地可别了，皮巴的的。如果我唯一的知音不在人世，那个路人啊也是无敌的知音啊的不在人世，路罗干嘛么稀罗无所言呢？这琴还弹给谁听呢？你琴我的不度过低别呀我马来的还弹给谁听呢？
故事有些凄凉，不明利亚的欧人那不能得那些欧刚马的。但两位知音的深情厚谊的厚谊感动了后人。然后没不能理那那屋不能知音不知音呢过不如别我们来。第二在第二地的不能将要地的如你要的不能对也的深情厚谊不然后那些呢自己因你母嘎的感动了后人，能拉能打的鼓啊，感动感动，所以谁留下多少字嘛来的，感动了后人。至今人们还用知音啊，你那的前提也留了一个知音所谓含义不呢？知音的啊、那个来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真挚而纯洁的友谊，等眼睛里加的嘛不呢？圣满表的带心呢？自己目睹的破遍的啊的，好的，可以了。来，综合注释六段没？与各相关的格式，各呢不得的，色色的不得的地方呢？一个加名词和动词结构用在谓语动词前，谓语动词那里哎呦，还有什么东呢？表示快速或突然、严格。面上呢，或者是 UDF 的是不是这个的？那么哪边所以来读一下吧。一二，阿手没抓住栏杆，一个跟头栽了下来，栽了下来。我一个不小心砸碎了妈妈最心爱的花瓶。嗯。他手没抓住栏杆，都啊，把那栏呢，把那的栏杆，把栏杆我都没盖密雾嘞，啊，一个跟头栽了下来，啊，那拳头比较偏下来嘞，啊，我一个不小心啊，那那里的里面他米来的，打碎了妈妈最心爱的花瓶，妈妈也那得送多花瓶我嘞，得啥子撇多好，那弄米多嘞的，好，再格式。动词加啊，动词加了个啊，加形容词或者是动词的嘛，你把个的作类作用拿来类似啊，引进补语的啊，德国皮包垃圾的，我加包咱没有理包呢。好，那我们哪里那张拍几包？我们都爱听张总讲话。张总讲话，开会的时候，张总一张嘴。一张嘴大家就会笑个不停，他们的无力太弱，不足以构成威胁。威胁，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嗯哼，他们都爱听。张总讲话都是一个龙啊的张总比较老无的那他们老你的把这的开会的时候开会的卡家爷呢张总一张嘴大家就会笑个不停张总啊啊不是哈来的那阿龙啊的什么别给一家人啊被一模家人啊的他们的武力太弱都是也因阿嘎不能严格内容的就带开一双阿嘎严格内容的不能啊不足以构成威胁，哎，威胁，那所以，不表明威胁，所以安尼也不能，安尼也，安尼也，我们疲劳宝不能威胁，轻巧木，轻巧的提我们要来嘛，物嘞，我们一定能够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而且对家宝多的物嘞，落花落花流水，都用家兄弟弄来嘛，啊嘞，好，练一练嘞，姐姐们。把下列六个词六个小句组合成三个连贯的语段好色色你的撒撒张的东江片段好那路色色比吧的好一样你 FD 拍几包他一个失手掉在地上我掉在地上不一会就把屋子弄了个乱七八糟天雨天雨沉沉的像泼大雨泼大雨下个不停下个不停摔了个粉摔了个粉碎儿子放学小伙伴大家都玩起了捉迷藏
惨，大家的心里都很着急。嗯哼，他一个失手碗掉在地上，一个失手准那个，这七个里削多了，不能六个里边削多了，俺呢不敢弄啊的，掉在地上没几包，就加多把的。不一会儿，对面家给马威的，就把屋子弄了个乱七八糟。屋子的 A 龙屋，把那乱七八糟把绣挂塌个马威的。天阴沉沉的天啊的木光云啊，把那烟雾笼罩你的漂泊大雨下个，这个不是。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就是母鸭的带进麦鸡的阿古圆来的，摔了个粉碎，摔了个人就是家比我不能的杂技股撇多吧来的，六家比的杂技撇多来。儿子放学的跟大家的江森的卡家罗的和小伙伴在家里玩起了捉迷藏，对也不然的呢，不能在家里哎妈的玩起了捉迷藏，捉迷藏的猪猪蹦蹦说吧来的。好，然后是大家的心里都很着急。阿龙也是一天嘛，烟我不办你吧的。好，老师让所以多几句啊。嗯，你那把那多嘛嘞？一，嗯，你呢？D 对的，你那 D 那多呗没？一老师。啊？D 对的 ，A 呢 D 呢对不对？好，然后第二个叫做老师说 B 呢把呢对不对嘛嘞 ？E 呢 ，B 呢 E 呢，好 B 老师说按照不要我赢了嘛嘞 ？E 赢了嘛喏，但是老师说 E 我赢了没 ？E B 了赢了喏。好，然后你讲的哈里呀 ，C 呢对的哈里是什么 ？D 呢按呢？C 呢 ，F 呢，对没？好，答应了吗嘞 ？C 赢了吗？对吧？啊 ，C 呢 ，F 呢，知道 C 赢了没？好，可以了。嗯，那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吧。林丽丽嘛，看到也他来没？我们明天再继续了。大家再见。谢谢老师。嗯，好，再见。嗯，明天。